老总进来了啊！玫瑰，看看，这是咱挖弄点绿绒，然后叫你弄的。叫谁弄了？你。我。啊。我把糟蹋了。你的厨艺现在也差不多。啊。这绿绒咋吃啊？天上绿绒，地上龙肉。说反了，天上龙肉，地上绿肉，你知道吧？听说过吗？听说过，好像。咱人这绿肉咋吃啊？卤。卤。嗯，绿肉卤卤吃。就给它撸撸撸，嗯，这是在猪头肉上一撸，拉了吧，比猪头肉麻烦多了。嗯，走吧，我教你。哎呦，这驴肉是咱开封的吗？谁跟你说是咱开封了？哪都有驴肉。不是，因为之前有好多朋友，他说就是咱开封那驴肉比较有名，然后让帮他买驴肉。那咱开封有那个华山，还有其他的那些卤驴，对，卤的驴肉，你知道吧？可香，华山的驴肉确实香。不过咱学不会人家咋卤了，弄不我还没有吃过这种驴肉嘞，只是喝过驴肉汤，然后里头有那种小驴肉块。走吧走吧，来今天尝尝你的手艺啊。嗯，爷这是啥？这是个管儿，细管儿啊。我不知道。这是骨头。骨头排骨。哎呦，这驴肉精肉丝儿啊。对啊。精瘦肉。嗯，这是筋膜，这还不是肥肉，筋膜。它是跟那牛肉上的，是不是？比牛肉好吃，牛肉、驴肉多少斤，知不知道？不是。多少熟了100一斤。啊，对，去买人家那熟了那。嗯，切成块，切多大块无所谓，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。大葱、大姜，啊，没，大葱、大姜不用蒜。然后就是料酒，胡椒粉，咱能少弄点盐，盐入味儿。盐才能卤啊。嗯，对喽，而且还得腌的时间还不短呢。腌多长时间？最好是3个小时，炒上4个小时最好。都腌恁长时间呢？对呀。而且搁这都放点冷藏吃，放点冷藏。放冰箱里呀。嗯。这抓拌均匀。哎呦，你说还嫌难呢呀？咦，没事，永远都不要怕麻烦。你这保鲜膜呢？拿个袋套上去，跟那密封一样。好，腌吧。拜拜。几个小时过后啊，这是。嘿嘿嘿，养好还得再炒料，冷水下锅。嗯，冷水下锅，浇一圈料酒。不看这底下的这个鲜膜还不？给它一撇撇干净，咱们吃，知道吧？不，这大肉块人看都喜欢人啊，嫩一口不是？光养大肉，对，来一口。入点料啊。香叶、八角、辣椒，然后都是各种肉料，啥都有。然后这里是葱、姜、蒜，啊，葱、姜、蒜也不少，两盘的。然后端着肉，用那大地锅了，走吧。走。开始先炒啊。我知道你为啥做饭好吃了。谁来用料？谁来用料？哎。加料中都好吃。加料中好吃，加料中有点太苦了。上火。料酒。加水5个大小时。哎呦，瞅一没眼卤的驴肉啊！嗯，卤的很好。是，你们把他俩去请帖了。他俩卤那大块捞着走了。熬点驴肉，他俩捞出去请帖了，然后给俺留了点儿。你看这个酱好了。咦，酱这个味。这回来下面条可得吗？咦，味儿可好。啊。我娘们给卤的可香可香的了，肉。肉。
俺生一小盆儿，看这大肉块啊，带劲不带劲？还有点坨，明个可以下面条吃。哎呀，这个驴肉真是今天选那儿卤到位了，我刚尝了，可香可香的。你尝了奶？这三块大的是骨头，然后这肉我切开了。只管肉。看恁孙儿卤的咋样？我尝尝。来来，吃吃，别闲话。我想尝。你尝尝。我爸爸没有筷子。我等会儿给你拿。好吃不好吃啊，奶？好吃。跟你要骨头了，你看见吗？俺。哎呦，真香这骨头！我跟你说，这样没肉，光吸这样的水都可香。还没坐这吃过驴肉吧？光去喝过驴肉汤，然后吃里头的驴肉，真香这驴肉。救救我！怪不得人家好吃驴肉。你也想吃了？你不会吃？拿出药来，你乖乖。